爸爸风灾的时间吼，盖罕布吼，我着躺着水上吼，全部是送因月台改平，月台改平一块，哦，水紧紧涨紧高，紧涨紧高的时间，我着抬只架吼，跪下落盖因是去盖月台吼，去出口改平吼去涨水，涨到莫法度嘞，啊，跪下平下来，平下来了。该下时间是感觉讲冻僵吼，水安排，俺妈是讲着讲，你弟袂让恁上山么？你弟在里遐就安全么？该该甲俺不是讲紧紧张讲，水在嘞，水在嘞。当时那些破车运了个木材，木材那些个了尾客家人在了尾撕破车倾倒的。青岛咧，所以讲当时凤冈时代时候，我哋上辈差不多三分之二系我哋客家人，哦，大家都成法啦，土成法就熟啦。是昨天站三门贴火叉出去，喺到公路开通咧，差唔多是昨天就用拖拉机，哈，运出去我背咧啊，啊，喺看火叉是开始载人客咧啦，是冇载差唔多啦，是载西洋瓜啦，香瓜。西洋瓜特别本地富士出产西洋瓜，俺哋大林公司摘西洋瓜卖啦哈，还是做盘包卖啦哈，俺卖到包门上班了后，还是好么家伙，还是就本地都是，是很多单位啊哈，派出所啦、学校啦哈，还个叉条啦哈，咁讲去所有的机关单位拢是要吃盘嘛。正因我的饭包店已经开业三十几年了，里面也是本地户具有代表性的民宿。不过，提白白太水果后，生意上变哪块差？目前哈，茶条摆哈，还差真多的啦，差不多三分之一。那大家人是亲切哦，吃饭包的人，吃饭包的人好多啊，拢一日游啊，来是睡这玩意哦。凤菜菇的研究，唯一的本地富路解方，才还是过冷熟。你就跟他们聊天，不要紧，来做在地人啊，人来的非常少，跟以前差多少？哦，差以前的十分之一都还不到。比如没有恢复，就是商机就比较少。就是做一天算一天了，可能是会改变说去做茶，可能会这样吧。就是一般去做茶，一般顾这一家店。风灾前哦，那时候一开门的话。根本没有时间跟人家讲话，连讲话的时间都没有，就是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做到下午大概三四点。那现在的话，做赢的了。靠观光的收入嘛，观光客不管是你开店的，像我刚刚讲说，你是直接面对观光客的、游客的，或是间接的，都受到影响啊。那你看，你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啊。我们像石桌，他们可能有些像茶农，他们还有一些农作物啊。你像你们看泰人，他们有种茶的，他们有些经济收入啊，种槟榔的啊什么的，他们可能有额外的桃子、李子。废弃物这边是国有林班地啊，受限很多啊，我们没有其他的经济。收入来源变得很困难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姑娘阿里山的姑娘啊。阿里山姑娘的妈。她现在是姑娘的妈。本地请台湾观光客陆续地支持大部分本地富的观光产业的，不过更加业者讲，到本地富了的台湾人数字愈办得出来，更加电脑科台流银行屯外国观光客能勉强是得维持。据说业者开始见面，潘发通在网屯大家讲，到本地富了啦，韩国希望代表阿里山建基屯文化家出的山拿火茶，是得畅快恢复。
铁路铁轨声音、火车的车厢声音都没有听到，蒸汽火车的声音在森林里面这样环绕着，客人就意愿就不高了，没有这个号召就没有了。因为其实火车说真的，它一天载的人不多，但是它的那种经济价值跟它的整个文化的真的还占蛮重要的地位。因为其实粪球整个阿里山县会繁荣，都是因为这条阿里山小火车而开动，其实才带动整条沿线铁路的繁荣。那因为八八水灾之后影响，大家人起来都问我讲，阿弟，那今嘛变他少人，啊那拢无人，啊怎么变得那么冷清？步道修好了没？其实都已经整个粪球说真的已经都、在等待客人来了啦，是变怕客人不来而已。